大家好，今天带大家来看一格是巨富的格局。古语有说过富比时松，今天我们看这一格地，富的事也是非常急忌，富的向朝廷报复也是世界上非常罕见的。这个古语有说过，求我属欲大，无非逆水之龙，使我慨于心，必得入怀之岸。这一个格局呢，兼顾了逆水之龙，入怀之岸。大家看到面前一个岸台，做个挡水沙，挡住面前的西江上游的大江水，它的大江水从那里一直逆转了一个之字形，从右边这里出去，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名地。今天呢，我就想把它拍成经典，但是可能这个树木比较高，不知道能不能拍成经典。Thank you.